就是这个那个特色，这个上面好多那个那个绳子特别多，是不是？它上面还有美展，全部展。你看那个横杆。我听说今天其实它没有搬运，没有运风力，因为今天没有用的机械。今天你们是可能风力的传动怎么？他这里全都加了仪器。你看这个啥呀？但是我觉得没什么，反正这个太多了。是。你看那个卡布萨，它不撑翻起来。它要撑起来，可能都吹走了。但是下雨是不是？不是。